San Luis in the area.在一个宁静的小村庄，这个村庄里面够还有16米高。不是，讲错，15米高。这个小村庄里面，在外面我是抱着无穷大的巨人，他巨人够还有7米到15米之间，16米是绝对不可能的。这是一个城外16米高的墙壁，突然有一天一个巨人出现，60米的巨人开始攻击15米底高的墙壁。